会期间，将有300多位自卫队的军人在这儿做堆雪铲雪的工作。我国的滑雪队今年年初曾经在这儿接受了滑雪训练。另外，在札幌真姬内国家公园边有一个室内竞技场，是举行曲棍球和花式溜冰的场地，座位可以容纳12000人。座椅下有保温管，使观众不至于过分受冻。日本天皇也预定在这儿主持冬季世运会的闭幕典礼。